在这个时候要来我们台湾过冬，所以今年呢，全球的黑面琵鹭呢有4400多只，那我们台湾有2407只，那我们较去年呢会增加大概300只左右。那现在到目前为止，到十月份为止呢，来台湾的这个黑面琵鹭呢，大概呢啊有136只。那我们为了让这个黑面琵鹭在台湾能够啊过一个愉快的这个啊这个年呢，那么我们有采取今年采取的3样的一个方法。第一个是说，我们在10月20日啊，我们在七股啊会邀集一些啊这个超跑爱好超跑的人士呢来共同参与。那第二个呢，就是啊标本的这个模型的建立。那第二场次呢，我们在11月17号，那么我们会在这个黑面琵鹭的模型展，我们会在现场做一个展出。那第三场次呢，那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当中。